我他妈又坐反了！我靠！我这一看，我现在已经在柏林的东北方向了，那个西北方向了。真是怪，他那个车站吧，两边的那个名的前几个字母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后来我才发现，那个字儿念"朝向"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他往 Dam 那个方向走。我刚看前面，没看后面。好在这个票啊，可以用120分钟，然后我就搁这边倒过来。这个还有几分钟就到了。